念你的台语，练你的台语风，不是要念练你讲的主要内容。你个动作安尼做。各位先生、女士，大家晚安。晚安，晚安。恭喜大家顺利来求道。要来求道不简单，因为没有天时地利人和是没办法顺利来求道的。俗话说，有缘遇到佛出世，无缘遇到佛涅槃，是指天时，再来就是要有庄严的先天佛堂，这就是地利，最后就是人和自己的祖上有的累世有修，再加上隐师的引进，保师的保证，这样才有这个机缘来求道。这个道也不是现在才有的，在以前就有了，只是古时候的道是单传独守，把不传溜了，所以求道的人必须千里访名师，万里求口诀，要背尽千辛万苦行功立德，才能来闻这大道。就是因为有体会到道的殊胜，各位的隐私要赶快带各位来求道。刚刚庄严的求道仪式中，给禅师有传给我们三样宝贝，那是什么？有没有很好奇？那是三宝心法。既然称为宝，当然非常的殊胜。俗话说，天有三宝，日月星；地有三宝，水火风；人有三宝，精气神。今天我们所得，你要念上这，你要先做好方，天有三宝。行，慢下来。慢下来，慢下来，慢下来。下来是从古人爱下。啊，下来是从古人下。因为我好，我全力做三宝没关系啊。对，你想话，有缘无缘分出世，无缘无缘分了。那个有缘千里留，相会无缘对无相。你下一辆可当加油做事，妈，我这点帮助啦。很久没说。没啊，你嘛是该学习啊，那你就哦，我年轻一点。淑女，你就稳定干这嘛。好下，安尼愈下愈水啊！哦，我真用心。所以，卡多咧有缘遇到佛出世家，就是下台解释，阿哥卡多进了三宝日月。对，安下台。讲一下。今天我们所得的是自信三宝，观、觉、意。那小弟讲一下三宝是哪一下？观前那是哪些三宝？这三宝是自古不侵传的天机秘宝，是超生了死的心法，也是修心的根本大法。究竟三宝有什么殊胜的好处？下面就让后雪跟各位简单做个介绍。我来再介绍一个来讲，三宝。三，请分享。对啊。最多就是大家里边的那个光芒够多少些？三宝现在不一样嘞，在旁边。三宝的第一宝是玄关窍。第一玄关窍。
宝就是玄关窍，刚刚点禅师在我们的额头点了一下，还记得在哪边吗？各位后学，各位看后学跟后学比一下，在这里。这里玄关窍又叫做通天窍、生死窍，是上天上面和人相通的枢纽。通天窍、生死窍也可以写一个。写一个。哎，可以写两个。那你要写哪一个？你跟他写一下。生死窍是上天和人相通的枢纽，五官百二派的总主宰。玄关有正门的意思，窍是穴位洞窍，相信大家都有听过。眼睛是灵魂之窗，既然有窗户，就有一定有大门。玄关窍就是灵魂的正门，也是灵魂出入的门户。一般人归空时，如果灵魂没有从正门出窍，而是从眼、耳、鼻、舌等旁门出窍，就会堕落四生六道轮回。因此，人能够知书达理、明是非、善辨恶，一切事、一切起心动念，都是由他来主宰。玄关窍不只是至善宝地，更是历代圣贤修行的下手处。所以有些宗教对它有不同的心得，像佛教的佛经曾说，佛在灵山莫远求，灵山只在五星头。人人有了灵山塔，好像灵山塔下修。这个下下。记不下去。好，再来。然后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里，耶稣也有说，你们要进去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那个门是宽的。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多了，引到永生那个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了。什么是灭亡的门？什么是永生的门？所谓灭亡是指灵性的生死轮回，而永生就是让灵性跳出生死轮回的一条通天路。玄关窍的这个灵魂正门，就是耶稣说的宅门，而灭亡那个门，就是我们身上其他大又明显的孔窍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等，也就是佛家所说的四生六道轮回的通道。今天名师替我们来点开了玄关窍，就等于带我们找到真正的自己。所以如果能够从此好好修持，将来百年之后必定可以超生了死，成仙做佛。
踏破铁鞋寻不出，得来全不会功夫。因此口诀就是真经，真经不是没有文字，只是不利于文字上，所以自古以来圣贤仙佛只是口传心授，心心相印。口诀有它的意义存在，它的第一个字代表了无极，像真理天是我们的本性，理性的故乡，在那里没有执着欲望，一切都是平等的。第二个字代表了太极，象征的是气天，它是属于相对的状态，譬如动静清浊、阴阳等，所以它是气数的。再跟我解释。第一个字、第二个字、第三个字。第一个字代表无极，然后第二个字，第三个字代表了无黄极，象征的是向天，就是可以眼见、耳闻、手触的这个物质世界，它是有形有相的，也是腐坏。第五个字就是指我们的祖师弥勒佛，希望众生能够学习他老人家笑口常开、大度大量的德性，善行善布施，时时温暖别人。这五个字不只是通天神咒，也是伏魔心咒。我们都有看过《西游记》，《西游记》里有唐僧。唐三藏有孙悟空，唐三藏就好比我们的本性，孙悟空就代表我们的心。我们的本性常常降服不了自己的心源，就好像唐三藏起初控制不了孙悟空一样，因为孙悟空太厉害了，因为他会七十二变，我们的心就跟他一样，也是善。也很善变。后来菩萨赐了紧箍咒给唐三藏，从此孙悟空才听话。因此名师传给我们的口诀也有异曲同工之妙，所以当我们的情绪脾气无法控制时，默念这五字真言的次数，当下可以把我们的心冷却降服下来。接下来就是第三宝，就是印，就是合同，我们称它为手印、通天印。合同的报法有它的含义，它的左边属于大，右边属于小，以大包小。表示学佛人必须心量广大，才能包容一切。左手属善，右手属恶。左手抱右手，也就是告诉我们做人要引善、引恶、扬善，手抱合同，也有跟上天签约的意思。约定只要是真心修办，将来人间岁月结束的时候，人就可以往弥勒净土。后学之前有看过，这个没念好吧？没关系。一出戏，刘伯温妙，神机妙算刘伯温。他每次都会在那掐指一算，他在算什么？手上的天地气数，子丑寅卯乙午未申，没申巳亥，十二地支。大家看的子跟亥是相合的，子是开始，亥是终止。代表做事要有始有终，有头有尾。子亥相掐为寒，
就是修道的心要像小孩。有一天，有一颗天真无邪、不计较的佛心。既然三宝这么重要，这样这么宝贵，那么我们何时何地使用？有一种是相当我们人碰到无力抗拒有意外状况时，现场如果手抱佛筒，心里默念不自真言，就是弟子某某某今天碰到什么困难，请诸天菩萨保佑帮忙拨掌这个困难，就像烧香时拿起三炷香开始祷告一样，真诚的跟上天沟通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了。另外一种就是平常可以使用，比如心情不好、心神不安的时候，可以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或躺下来，四肢放松，均匀呼吸，把眼睛八分开两分，把注意力集中在玄关这边，叫做锁玄。手抱佛筒，心中默念真经，大概三到五分钟，很快的心情就会平复下来。
四方一体是四。我比方两个。尘来世啊。住丢引爆玄机，多迷心丢失爱。我十二个。
啊，无你要咱解说讲三样解菜，就是大概有一首诗哦，有咱咧无拢有诶，有一首诗啦。黄千源诶。有黄初千源有啦。伊有一个，迄是作早以前伫大陆有一间寺庙，啊，伊毋知伊有一个禅师，伊写有一个，较早了有两个一首诗伫因啦。武定山阳渡沿海，故西皇帝。就是讲，啊来，迄、那个，伊个我故故是西皇。西皇故事西皇，复述西皇，复述西皇，对啦，系啊。他两个上去。妈，你春节有在？哎，我们春节。故的后段，故事西皇，西皇的回西事。哎呀，回西事啊。天。人好像很回西事，对。故事西皇。太太什么公诚信吗？我系台湾国语的大陆，没翻译，没翻译。我这边的名字来用台湾国语嘛。哎，我那点心里的口音都没搞。你是抓你吗？不是西王降道，明初太公传圣道，太来天尊观手。不是西王降道。年初太，年初太空啊，年初太空，太来天真战所的，山西哦，那是你我两个面，是的，五定山。无用甘用何还人？复述披华，教德观。复述披华，教德观。临初。太空，明朝太空江河。明朝太空千，传哦，传信，太明朝太空传信。明朝太空。传信，灵波太空传信，灵波太空传信，灵波太空传信，学学寡来，念寡来才太空，太爱天机传信，它是上下两个卦，然后下面的卦，坤坤坤阴卦，阴阳变阳阳。先一个阴阳，然后两个阴阳，然后三个阴阳。伊就写武定山阳渡猿人，故使西皇降道沿，临出太空传圣王，太来天真万寿云。啊，这句就是咧，人家咧讲山阳开泰啊。好，系啊，福就是咱我讲个讲，地雷福开始，迄个为什么讲迄个诶地雷福开始？咱迄个一个天地有十二地支嘛，啊，咱迄个一年，无一年哦有十二个月，十二个月就是对迄个冬至开始，冬至呢？就是对地雷福的卦，因为这易经有十二页壁卦，十二个月有那十二页卦，啊，所以这
地，唔知屁股。迄个冬至呢是一年开始哦，唔是迄个一月一日开始啊。冬至是迄个一单单咧讲食营养袂变少个啊，所以冬至迄天哦，就是地归福。地归福的卦，啊，所以对迄天开始，就是算三阳的第一，清阳气，即个清阳气。哦，啊，第二个进第二个卦就是林出蔡公传圣哦，即就是弘扬气。虽然讲咱不是咧讲迄个释迦牟尼佛迄个清阳气，但是伊的时间。应该差唔多物啊，所以迄个第二个时期就是临出太空传圣法，就是讲天主也传予迄个咱文化的迄时阵，吼、哦，啊，太来天津万寿园，太咧就是。甲我讲个，地天泰，我开始就是天，就是咱的天然恩师，天然富婆。啊，真呢，就是咱迄落咱师母的名。所以这真较早人就定好啊、哦，唔是，这是天时的演变啊。啊，所以这句话嘛嘛真重要。啊，所以这三个话就是迄落。福卦，因为宝呢，为啥讲爱对福卦啊？是，而这个宝呢，就是代表坤卦，坤卦就是六爻嘛。哦，伊这个坤六卦，所以这个两个拢坤卦，所以对宝对这个开始福。坤卦，啊，是因为这个坤卦呢，就是拢像咱的迄个子亥迄个时阵，唔是啊，损害啦，天地混沌开始的时阵了，形成一个地，啊地了就开始运转了嘛，所以一用来讲，所以这个对地一熬开始。所以这个叫做地地归福。啊，为什么要叫做福？因为咱规身躯，若要讲咱规身躯哦，都阴孔比较多，拢阴的较侪，咱规身躯拢阴的较侪，跟咱独独，那民俗去咧点迄个较正。正阳啦，名师跟我们点那个是正阳，所以这一阳来阴，就是地雷部，所以迄、那个，以地雷部来对付五吉部，七月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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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部，哎，七月来部啦，是七月，七月来部，七日来部。七个大福，安怎见天心？七个大福的见天心，就是讲会当去看到那个，就是上面主给咱点起，你会当看到迄个你的自信。所以这个意气也很重要啊！哦，所以福建天地之心就是安尼。哦，啊，第二卦，临卦，这个叫进进爻，阳，然后这个叫做迄个阳，哦，迄个叫做地泽里，对，有名。所以临卦，吼、哦，降临就对了。所以这样看，有啥物迄个夹在旁边，伊啊，
尾水遐钓鱼要等文龙来甲聘请嘛，哦，所以伊咧认为讲，认错太公了，太公就是姜太公，太公就是姜太公，传姓哦。迄阵个文王是有道的啦吼，所以迄阵叫做，那么姜太公传哦，就迄阵姜太公是。伊收到尾后，咱有第几代祖师啦，吼，所以传落即个文路，啊文路甲靠迄个文王、武王、周公，啊迄个老子来孔子，颜回，迄个曾子、子思，啊甲到孟子，到孟子迄遐咱遐了无？就换转比较迄个释迦牟尼佛迄个时代啊，啊所以太来天津完全换就是，哦，所以天地交换，天地交换就是太换地天太，哦地天太，就是咱即阵的即阵白羊时期，哦，所以太来天津完全换。所以咱白羊是开始由咱迄个天然古佛跟咱个师母同伴，所以有时啊会迄个，所以你啊看有啥物迄个分化咱师母迄个，接过了方法吼，啊所以即摆有啥物讲迄个时代咧改变，迄个女人。渐渐咧，葡萄就是安尼，我嘛是拢应着咱迄个师母的师父就对了。啊，所以即有当时啊，咧讲三人开菜会当听见讲，三人开菜会当听见讲，啊是迄个三人的来源嘛是会当讲。去台南咧，去台南央行咧，国税啊。哎，做不外好咧，就二三十天吧。民国七十几年，严好。在哪里啊？这个老师啊。吴秋文老师。昨天你们秋天就点钻石。哦，很好。文章的吴秋文。OK， 顾哥，请帮我说清吴秋文。正下，哈哈，有阵有听啊，无好啦，无好，可能无好，无好啦。啊，安尼都好玩。啊，无介好嘛。有一届吼，有一日有一届就到饮水，我蛮好去。你有几滴？唔知啊，嘛要去吃啊，要去吃啊。你那无加迄个垃圾食物。你去吃哩啦！我学你，来我爸买我爸。啊，上赶早，上赶再去学呀。就我拢听到买去啊。哦，无简单。对啊，对啊，对。七十块，七十。吴秋文老师啊，今麦在点传书啊，哦，教易经的呢，民国七十几年了。哎，也台南永康银行国小，银行国小，谁教易经呢？后来屏东的。河南，我一直在河南。
员工的一个讲师在心里劳工啊，劳工也是。那我们社区活动中心教一届初级班、中级班，民国100年代的。一天太多，你看，下面的羊羊，从一个羊羊到两个羊羊，到三个羊羊，有没有看到？羊羊增加，青羊起一个羊羊，红羊起两个羊羊，白羊起三个羊羊，三个羊羊的变。全过了，地就在上面了。Yes.
疏通波一背一细骨，八风吹不动，八风吹不动一点一，声音的八风，撑肌力，撑肌骨力，力衰骨热，一背还一个一个吹，声音的撑，撑的是撑在哪？力就是这个言语嘛，名声嘛。回是回报嘛，哦，增肌，哇，肌就是迄个，人咧甲咱，对对，人咧甲咱讽刺迄个迄个肌嘛，哦，增肌，增肌萎郁，力衰骨折，啊，所以针对这块，就是我做一下来说的，免看咱每一单做你都讲，今天啊，里面呐、啊，也够。